这场戏 action 的时候还是在这儿，瞪着眼睛，完了再往前顶，看谁先眨眼。你们俩是从小可能都惯了。可以。他不看我就一直这样。嗯，对。我就一直这么瞪着他，我怎么可能不看你呢？你就是一个挑衅的吗？嘿，你个小木头！你信不信把你的老底儿全翻干净啊？石桃子，你信不信我让你手下知道你多大了还在这儿开裆过？嗯。行了，你们俩加在一起得有十岁了吧？啊，一个总行头，一个皇城使，行事啊可真是够稳重的。别瞪了，脸上又瞪上了，不许再瞪下去了。哎，我跟你已经瞪都流眼泪了。我估计我会，我也瞪得流眼泪了，都流眼泪了。那瞪的时候，你不光流了眼泪，你的鼻涕都挂在一小边了，有那个感觉好不好？因为人一流眼泪，有时候鼻涕会同时差不多一块下来。他眼泪突然下来那一下，你那个眼睛也快下来，但是你还是憋住，头可以稍微小动一下。你个小木头，你信不信我把你老底全翻出来啊？你相不相信？是潘。我眼睛我就太难受了。他们俩人瞪着，然后呢，你就看着他们两个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你也觉得好笑，看谁能先眨么眼，然后呢，你再觉得你再自己笑，或者你再躲开不看了。你那时候看的眼睛都酸了。看好 ，OK， 很好啊。好。